为古龙迷带来一波热血沸腾的回忆杀。剧中饰演男主的一峰的任烟凯是漫画中走出的帅哥，颜值逆天，各种撩妹大招暴击粉丝，开挂收割少女心。这部2018年的开年武侠大剧将于2月8日上线。神兵利器版预告先回忆杀，古龙迷飙泪共建兵器谱。飘香剑雨由拉风传媒出品，讲述亦正亦邪的神秘高手一峰以飘香一剑与白衣女侠孙敏等巨仙三庄侠客结缘，携手对抗天正教，成长为救世英雄的故事。日前该剧曝光的神兵利器版预告片中，由天生寒铁属柱凝水成冰的霸王枪，能发出极强光芒闪瞎双眼的极电银剑，萧十一郎所传的能斩谁威亦能聚魔心的割鹿刀，上宫惊鸿的龙凤金环，吸人内力惊魄的长生剑，天外飞石铸造而成的孔雀羽等传说物级武器再现江湖，上演大团圆。时值正道西微，邪道蠢蠢欲动之际，绝世武器重出江湖，掀起了一场关乎整个武林命运的争夺之战。从神兵利器版预告片中可见，飘香剑雨悬疑重重，烧脑指数爆表。剧中江湖鱼云密布，朝堂阴谋暗涌，一峰孙敏如何带两巨星三庄的侠客扭转乾坤，破解飘香一剑的秘密，解密天正教背后的神秘造奉者，拯救武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成为该剧最大的看点。飘香剑雨独树一帜打造超网感的新武侠剧，在改编上它不仅保留武侠的精魄，融合古龙武侠的精髓，力求展现古龙武侠江湖群像，空前还原古龙宇宙，还吸收了喜剧和当下流行的文化元素。神兵利器预告片花一经播出就引发了一波回忆杀，古龙迷面飙露共剪兵器谱，并表示这次预告片满载感动和惊喜，让大家对飘香剑雨更加期待。凭借大胸姐一角实力圈粉的小气小花，无忧首次触电武侠剧，出演天生拥有强大真气的洪荒御姐孙敏，人气小鲜肉任烟凯首次挑战武侠剧。在飘香剑雨中，他一改孤傲冷峻的形象，颠覆出演史上最贫嘴的大侠一峰，成为新晋古装男神。任烟凯五官立体，双眸深邃，身材高挑，拥有完美的下颚线，被粉丝们称为侧颜最美的男神。一双逆天大长腿更是圈粉无数。他饰演的一峰特立独行，放荡不逊，是一个反叛路的江湖僚客。一峰不但经常自夸气宇不凡，还对巨仙三庄白衣女侠孙敏展开撩妹攻势。孙敏是巨仙三庄的大师姐，给古龙迷带来一波热血沸腾的回忆杀。剧中饰演男主的一峰的任烟凯是漫画中走出的帅哥，颜值逆天，各种撩妹大招暴击粉丝，开挂收割少女心。这部2018年的开年武侠大剧将于2月8日上线。神兵利器版预告先回忆杀，古龙迷飙泪共建兵器谱。飘香剑雨由拉风传媒出品，讲述亦正亦邪的神秘高手一峰以飘香一剑与白衣女侠孙敏等巨仙三庄侠客结缘，携手对抗天正教，成长为救世英雄的故事。日前该剧曝光的神兵利器版预告片中，由天生寒铁属柱凝水成冰的霸王枪，能发出极强光芒闪瞎双眼的极电银剑，萧十一郎所传的能斩谁威亦能聚魔心的割鹿刀，上宫惊鸿的龙凤金环，吸人内力惊魄的长生剑，天外飞石铸造而成的孔雀羽等传说物级武器再现江湖，上演大团圆。时值正道西微，邪道蠢蠢欲动之际，绝世武器重出江湖，掀起了一场关乎整个武林命运的争夺之战。从神兵利器版预告片中可见，飘香剑雨悬疑重重，烧脑指数爆表。剧中江湖鱼云密布，朝堂阴谋暗涌，一峰孙敏
如何带两居心三庄的侠客扭转乾坤，破解飘香一剑的秘密，解密天真教背后的神秘造奉者，拯救武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成为该剧最大的看点。飘香剑与独树一帜打造超网感的新武侠剧，在改编上它不仅保留武侠的精魄，融合古龙武侠的精髓，力求展现古龙武侠江湖群像，空前还原古龙宇宙，还吸收了喜剧和当下流行的文化元素。神兵利器预告片花一经播出就引发了一波回忆杀，古龙迷们飙露共剪兵器谱，并表示这次预告片满载感动和惊喜，让大家对飘香剑雨更加期待。凭借大胸姐一角，实力圈粉的小气小花无忧首次触电武侠剧，出演天生拥有强大真气的洪荒御姐孙敏，人气小鲜肉任延凯首次挑战武侠剧。在飘香剑雨中，他一改孤傲冷峻的形象，颠覆出演史上最贫嘴的大侠一峰，成为新晋古装男神。任延凯五官立体，双眸深邃，身材高挑，拥有完美的下颚线，被粉丝们称为侧颜最美的男神，一双逆天大长腿更是圈粉无数。他饰演的一峰特立独行，放荡不逊，是一个反叛路的江湖僚客。一峰不但经常自夸气宇不凡，还对聚贤三庄白衣女侠孙敏展开撩妹攻势。孙敏是聚贤三庄的大师姐，